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谢谢，欢迎您来到北展剧场观看德云社的演出。在观看我们跨年演出之前呢，我得说一个小要求，也是人家要求让我说的，就是我们的演出全程您必须佩戴口罩，不能摘下来，为了您的健康，谢谢。啊，还有就是这个，您要摘下来的话，可能旁边的观众会举报您啊，一定要戴着。我现在看也有的人没戴，所以你们注意一下，旁边的人会不会打电话举报你啊？首先呢，请您欣赏相声《拴娃娃》，表演者孟鹤堂、周九良。感谢大伙儿啊！谢谢大家。哎呦，这么多人哈！啊，大伙儿啊，戴上口罩啊！啊，还有没有找着座的呢？啊啊啊！啊，戴上口罩！哈哈，咱大伙儿都戴着口罩呢哈！哎，那天一到后台，后台也都戴着口罩，头一次感觉哈，嗯，进后台都戴着口罩哈。对，这啊，打招呼都不知道是谁。嗯。然后大家伙一看，大家伙也都戴口罩。对，应该的啊。然后我们上台之前把口罩摘了啊。我们演出不能戴口罩、啊、一上来摘了口罩之后，忽然间没有了安全感啊。感觉不至于的啊。你看大家都戴口罩，然后后台也戴口罩，嗯，唯独台上我们俩人没戴口罩。这怎么了？就感觉没穿裤子似的，有一些羞涩啊。您这光着呢，您这就有一那么一个感觉哈。哦，还光着呢。反正大家都佩戴好口罩嘛。你别说，对不对？您这俩骨盆还挺宽，你知道没听说那一看就是能生儿子的命，那叫颧骨，那叫啊啊。反正大家伙儿都戴口罩呢哈。对 对啊，我们没戴口罩啊。一会儿后头上来的都不戴口罩啊，上台来呢得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、啊、要不然您不知道我们叫什么。非得这样吗？啊，得介绍一下。得说一说我的名字。你们的名字啊？啊，我叫孟鹤堂，德云社的一个小学生，大明星、啊。没有什么名气，大家不用鼓掌。哎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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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不用。后边干嘛呢？哎，哎呀，我这那边。行，客气得了你。不要鼓掌。不要说感谢，开玩笑啊！介绍完我了呢，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啊，这位老师就不一样了。我啊，我旁边这个玩意儿呢，他叫什么呢？他是您先等会儿，什么叫玩意儿啊？啊，我旁边这个呢就不是玩意儿，对，他呢叫不是玩意儿了，叫什么名字？周九良。对了，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，不要叫周九良。哎，不要鼓掌了、啊，哎，不用鼓掌，不用鼓掌，不用鼓掌，这个。这回真不用。哎，我发现你们还挺叛逆的啊，不让鼓掌非得鼓，是不是？哎，越发的叛逆了。周九良，周老师啊，谢谢大家啊。周老师来说，跟我们俩往这一站，嗯，我跟人家天壤之别。怎么呢？跟人家比不了啊。是吗？你从哪儿都比不了啊。嗯、对不对？从身份地位上跟人比不了，有什么区别吗？人家这叫什么人？你们可能对他不太了解，人家富二代呀、啊。您说家里有钱。对，我怎么跟人比呀、啊？您老提这干嘛？我富一代，你没法比。你没法比啊！就是您那点钱就是给我了是吗？也那倒也不是、哦，什么意思呢？人周九良他爸爸，我来说特别佩服。您这儿不要卡顿，嗯。难免有些卡顿嘛。啊、哦，周九良他爸爸来说，我真是太佩服了。说一遍就可以了。他爸爸啊、哦，真是。您过完瘾了吗？哎，他爸爸、嗯，你爸爸怎么最近做什么手术了吗？怎么？哎，他爸爸来说，那就真是有钱。哎，啊，有钱，家里头有钱。我。你看我啊，我怎么跟人比？我们北京城房屋地一间，地屋一垄，人家周九良，嗯，大别墅人家住着，就是住房条件。你说我师傅住大别墅，嗯啊，说岳哥住大别墅，那你都不
不叫别墅，那是人家自己努力、啊、那叫二层小洋楼，人家周老师家那大别墅、哦、可以了，十九层你们见过吗？你一动十九层的别墅列位、嗯嗯嗯、地上一层地下十八层，这大别墅那个大，这洞够深的呀，就你上边不让高，你底下还不让挖吗？哦，对不对？地下十八层，是那大别墅那个漂亮啊，哎呦，美丽，每次我一去我都感叹、嗯、感叹太深了，嗯，真是坐电梯，哎，坐电梯往下走四十分钟下不去，太深了，停电了那天，太没电了。进他们家有讲究，人家里边佣人也多啊，就是十八层，一层一个管事的。哦，你进去之后你往下走第一层你得先脱衣服干嘛呀？地下热呀、哦、地暖呢、哦、对，对不对？先脱衣服进去，所有客人都得脱衣服啊，嗯嗯，都得脱衣服，脱了脱得太干净了，都得脱、啊、你这你上人家这讲人家规矩，不是您先，孟老师您先稍等等会儿，您先稍等一下，对对，就是脱成这规矩，对，脱干净了吗？啊，这是你啊，你们爱听这个是吗？您先等会儿吧，女宾是左边知道吗？不是脱成这样了不给个手牌吗？不是浴室，你废话，怎么脱那么干净、啊、人家当浴室还，这是人家规矩、啊、你到人家你得讲人家规矩，对不对？太规矩了，大伙儿地下一层脱衣服，嗯，往地下二层走，那叫什么、哦、水帘洞。怎么叫水帘洞呢？人家那儿人家有管事的，你到那块人整个地下二层，嗯，整个全是水，上边全是淋浴头，你想进三层你得从这儿走过去，就那就是洗澡去了。不是洗澡，跟洗澡没关系，嗯，淋湿了，是有消毒啊，淋湿了之后下三层，嗯，三层呢有专门管事的给你拍痱子粉，哎，考虑的太全乎了，哎，有时候拍不匀实呢就拿那面袋子往身上瓤、嗯、你琢磨身上都湿了再挂着痱子粉，这是裹护呢，这是四层啊，有一大油锅，对，那油锅呀也不是很热啊，过下油就行，嗯，别太红了啊，太红糊了，哎，对对对，一会儿还得复炸呢，还得，这便是定型，再往下走你有专门修脚的，嗯啊，专门修脚的，修脚修指甲的，是啊，还有那修舌头的，嗯，您先等会儿，您说相声的，怎么还有修舌头的呀？周老师，人说相声大舌头不让进，你到这层一说话，我找周老师，你不行，你这舌头长，你得修修，拿小剪子给剪，对，给修修修剪，就是大舌头不能进我们家，因为我给给卡。你再说一遍，哎，没听懂，没听懂，我给卡，记住他了，嗯，他嫉妒他，嗯，你旁边还得我记住他，你说这就把他舌头给上，嗯。你再往下走还有一层啊、嗯、还有一层，那叫什么呀？那叫这层好，这叫这层，我经常去，但是我不爱在这层逗留，是吗？啊，这层叫什么？叫粪浴。什么粪浴呀、啊、什么粪浴？你听这名儿你就能感觉到它这屋里它味儿啊，它粪浴，大池子它有一个叫什么，这个护肤养生嘛，对不对？全是各种动物的粪，一大池子，所有客人都得下过便粪，那里站着站半小时，这边有管家在掐表，哎呦，这不三层白炸了吗？这不是都到这儿啊，到这儿、哎、掐着表，嗯，好，半小时到，嗯，好，集体倒立，对，倒立，往下走啊，这是干嘛？这是
粪浴啊，这是粪浴啊，这是腌入味儿的，这叫长话短说吧啊。井底下是他们家那卧室，哎呦嚯，十八层他们家卧室，嗯，他父亲他还有他母亲仨人住那屋，那哎呦，一进去那么奢华呀，是吗？金碧辉煌啊，你进屋看见所有的地方全是黄金的，是啊，那个黄哎呦耀眼呢、啊，门把手，嗯，黄的，是啊，门黄的，嗯，黄壁纸，嗯，黄床，哎呦黄床。后来一扫听啊，嗯，楼上那粪池啊漏了，废话。这不漏我们家人从粪浴过来也黄了是吧，那也都是黄金的啊，这人也黄，小黄人儿这黄金的，哎，人家睡觉周老师睡觉那大床，嗯，纯金的黄金打造啊，啊，褥子纯金的，嗯，被子纯金的，粪褥粪被那玩意儿不是粪的就是纯金的啊，大被子大金板呢，奋斗出来的大金板呢，嗯，怎么你人说那个大金板怎么盖呀、啊、这被子啊，怎么盖呀、啊、卡成槽，这哟卡成槽，我天哪！躺好了，有佣人给盖被子。是见过抽屉吗？啊，啪，就卡到这儿。那甭问、啊，我们家人睡衣都是一条一条的呀，先裹上，啊，裹上放床里头，啊，这不停尸房吗？这不是什么停尸房，卧室，卧室，听懂了吗？大卧室啊！哎离不开了，那玩意儿！我的天哪，人上厕所那个哎，马桶，嗯，纯金的，是，真是黄澄澄的马桶啊！你拉屎看不出来，有时候上完厕所还琢磨呢，嗯，我拉了吗？我看看啊，质疑自己，哎，行了，不要卧屎了就，哎，纯金的是。咱就说擦屁股纸是纯金的，嗯，什么您呢？擦屁股纸纯金的，干嘛干嘛？怎么擦不了？纯金的怎么擦不了？你见过吗？你宝宝，多新鲜！你见过纯金的擦屁股纸？擦屁股金的那多拉的很。那你以为是你们家那卷纸呢？你以为是那抽纸呢？那不是什么呀？小金板儿，这么大一金板儿，你擦不了，你刮呀。对不对？他妈用这边，他爸用这边，他用这边，这边不能用啊，这边用完了没地儿拿了啊。啊，后来这个行为叫屁股刮刮乐，是不是？刮刮更健康，没听说过，对不对？纸也得是卫生纸，没有金本儿。哎，人家里边地下十八层，嗯，紧接着就车库，对，边上就车库，那好车太多了，嗯，什么兰博基尼。布加迪威龙是的啊，什么玛莎拉蒂哦，对不对？这车人都不开，为什么呀？他们家仨人一人一辆房车，对，那个舒服，大金杯呀、啊，改装金杯，后边座都拆了啊，就放一张床，就放一张床，一人一辆，嗯，咱出门说坐车，人家一出门叫躺车。哎，一出门那阵仗，三辆车，好家伙，前后左右全是其他小车啊，安排。这三辆车一出门，前面得有拉花，车头得有拉花的，漂亮啊，要这气势、啊。对对对对，有对不对？有黑的，有黄的，嗯，有黑的，有黄的，嗯，车头还有字儿呢，什么字儿？电，新能源那个电。改灵车了？废话，我们可干嘛躺着呀？你不愿意站起来吗？不不不，我们自己开车，你知道吗？自己开车啊？拉谁呀、啊？这不就躺着太舒服了，啊，过于舒服了，我不躺着。反正你咱就说跟人家怎么比？嗯，跟人怎么比？他爸没事，出门骑大摩托。嗯，咱说那摩托俩轮那摩托都是这样的吧？他爸俩轮摩托这样的。轮椅，嗯，不是谁轮椅像话？摩托，大摩托，后边轮，前面还一轮呢，嗯，前面还一轮呢，嗯，这样啊，摩椅，
挪一个嘛，大摩托这是拧油的，这边拧油的，哦，拧油的。哈雷见过吗？哈雷，三轮哈雷见过吗？三轮哈雷见过吗？没有。大高把这么老高，他爸往上面一蹲，嗯，其实大高把这样，满世界溜去啊，世界溜，还是躺着吧，这出去吓人呢，穿这一身那叫什么呢？钉子服。什么的呢？钉子服。我们家不是钉子户吧？不是钉子服，大皮衣，大皮衣上面都有钉子，铆钉，都铆钉吗？铆钉皮衣，朋克还是什么玩意儿？咱也不懂啊。啊啊，那个大头盔，大铆钉，都是铆钉。那个鞋上面大铆钉，皮裤铆钉，嗯，内裤铆钉。他爸爸跟人别人不一样。人家铆钉都冲外，嗯嗯嗯，他爸爸那冲里，我不知道跟哪中医学的，说这个对穴位啊，舒筋活血有好处。哎，对，他到处都是点穴嘛，是不对，是是，身上都有穴位嘛，嗯，每个穴位上都有一钉子，留神给自己定那儿。有人骑着摩托车就不动了，哎。点穴了，这一颠，嗯，完了，拐弯，嗯，往中医馆拐，嗯，因为那儿有人会解穴，哎，对，身上都是大钉子，嗯，一出门踢，这车在那儿停着吗？嗯，这拔一车踢这梯子，往上一坐，啊，就愿走那乡村小道 啊！其实他这个不是这个摩托车的动静，是我爸爸坐上你以后自己发出来动静。就愿走那乡村小道，为什么呀？颠呢？废话，他一颠，他刺激啊！太刺激了！他刺激，太行，刺激啊！对，他有时候有一个钉子啊，是点穴的，有一钉子是解穴在这儿，因为是解穴的。啊，他爸有时候呢不骑摩托，走道也是，嗯，啊，有时候就让人点上，有时候能解开，嗯，得碰一走到这样，他爸爸，你看我像你爸爸吗？您这，咱这么说啊，就其实我。确实我也嫉妒他们家，你看我小时候我怎么跟人家、啊、嫉妒，你把那个钉子裤拿走啊，那玩意一般人穿不了，他太刺激了，你改成口罩啊，那多扎嘴啊，那这安全呐、啊、我小时候你看我跟人家比不，我们小时候、啊、那登高爬梯的跟人家蜜罐里养出这不一样，哦，是啊，你登高爬梯小时候那上墙头，让墙头，从墙头掉下来，坐一大屁墩儿。是啊，我父亲骗我。嗯，你就是家长，我跟你说，家长有带孩子吗？千万别骗孩子。怎么呢？有时候你善意的一个谎言，毁孩子一辈子。你爸爸怎么跟你说的呀？我从墙上掉下来，我爸说：“你摸摸你那屁股，嗯，是不是摔两半了？”我一直以为我是个残缺人士。啊。我说你那么要强呢，不是我真是我一摸，嗯，是两半的，哟，我说坏了，嗯，屁股摔坏，摔两半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对，这可坏了，这以后不能跟人家一块洗澡了，让人笑话呀。对，让人笑话，你屁股怎么是两半的呀？是啊，我说捂着屁股我回家了，我坏了，嗯，真摔两半了。对呀，这怎么办呢？哭一宿，嗯，第二天早上起来看我爷爷那儿。补自行车胎呢，嗯，有那胶水儿，是，嗯，这好办了，那怎么好办了啊？粘啊，你粘过吗？你也是两半的，你回去摸摸去，嗯，你跟我一样，是，拿那胶水儿，回家找一没人地方，嗯，给自己摁上。嗯，粘上了。502啊，好啊，他烧他很啊，难受啊，不错呀，啊，
反正粘完了之后还是有点那个缝隙感啊，没事，那稍微有一点的男子汉嘛，对不对？多少有点疤，对不对？有点缝隙感，再粘粘死了，粘死了，因为为什么？你这个粘死了以后，你在家待着，它招财。你省得去庙里请了，你知道吗？跟这没有关系 啊，没有关系。对，后来呢，有一天呢，回头让你爷爷给你弄一底座就行。有一天晚上睡觉，睡觉呢，我就琢磨啊，好奇嘛，对不对？我就都睡着了嘛，嗯，我就伸手摸了摸我爷爷的屁股，嗯，也是两半的，小时候也摔过，啊，嗯，那怎么办？那来胶水还有啊，对，嗯，给我爷爷就粘上了。是啊，粘上。反正第二天呢，第二天怎么说呢？粘完之后呢，总结出来一个道理。什么道理呢？啊，能不管的闲事少管。哎，对了，因为挨打真疼啊，多新鲜呀！你这我小时候就这种生活啊，跟周老师家你没法比啊，是是，人天天出门穿金戴银的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对，主要是我有那个屁股刮刮乐那玩意儿，对我没有啊。你看人家镶金牙，嗯，是不是？谁镶金牙？你没镶金牙吗？我这是真牙。哇，好黄哦！啊，哪儿看出黄来了？抽烟吗？没事啊，也不抽烟。啊，少抽烟，嗯，少抽烟，抽烟对身体不好啊。是，人专家说了，抽20根烟呢，嗯，等于一盒，啊，不好，真的不服高人有罪呀。人类得相信科学呀。对的，所以说你抽烟不好，嗯，20根是一本，啊，牙都熏黄了，嗯，要不是家里边有钱呢，嗯，人家他父亲，人家里面，嗯。坐着房躺上地啊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有钱是有钱，我跟人家比不了，人家跟我也比不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他们家怎么说呢？哪一方面？什么事没有十全十美的吧？嗯嗯嗯，他们家占一什么呢？占一财齐人不齐。何出此言？怎么叫财齐人不齐呢？嗯，刚来啊？啊啊，来晚了是不是？不用跟我道歉。反正我们这场是开场，没事没事，后边有的是好演员，找找，先找，等你。怎么？台上没座啊，台上没座，台上只够站俩人了。走错剧场了吧？对，刘老根在前门。没听说，没听说。你看戴上口罩都不认识邻居了哈。哦，你看你们俩为什么占人座啊？哦，你坐那儿哈。啊，完他要找我能等你吧。开玩笑，咱是不是等跨年的呢？他们家怎么说呢？对，哎，刚才说到哪儿了？说到找座了啊，说的买错票了，不好意思，忘了，从头说啊，从头说。我叫孟鹤堂啊。这个玩意儿呢，我不是玩意儿啊，他不是玩意儿，嗯，对，他是东西，他也不是东西，我跟你说。嗯，刚说哪儿了？我才不是东西呢，你不是周老师他们家呀。占一个财齐人不齐哦，怎么叫财齐人不齐呢？嗯，他爸爸这么多年呢没儿子。对，你琢磨琢磨。你先等会儿，我爸没儿子啊，我是怎么回事呢？我现在好无辜啊！你问我干什么？搞得好像我犯了什么错似的。你爸爸没儿子，你问你妈呀，你问我干什么？这么你给说的吗？我说的什么意思？你爸爸没你之前没你，你们谁听懂了给我翻译一下行不行？就是后来你爸有了你了才有的你。就算过了，就算过了。
你就是后来有的你。哎，就是后来没我，没我之前没有我之后有。啊！啊！行了行了行了，我说简单点吧。他爸爸叫什么？叫老来得子。对，是不是？老来得子吗？对，是不是？那个你还有一外号，有一小名叫什么？叫什么九一？哎，为什么叫九一呢？因为他爸爸91岁那年有的他。老来得子吗？老牲口。怎么说你爸爸呢？我心里难受。91岁呀、啊，那小名叫什么来着？五一。对对，小名叫五一。他爸爸91岁，五一劳动节那天有的他。啊，要怎么叫五一呢？你对不对？等会儿没有五一，叫什么？51岁啊！51岁那年有他，人家岁数也不小了，年过半百，对不对？他爸没他之前，哎呦，给他爸爸愁的呀。嗯，一个人坐在粪狱里啊，那个就是没事自己也想着想着是吗？书房里啊，嗯，一个人坐在书房里闷闷不乐，仰天长叹、啊。嗯，哎。哎呀，想我周缺德啊！我说没儿子呢，缺多大德呀？不是这名儿、啊，嗯，想我周二狗，这也不好听啊。想我周狗蛋，某人，周蛋不好听啊。想我周某人，嗯，这一辈子修桥补路，吃斋念佛，最后怎么落到一个乏嗣无后了？是，没有儿子呀，嗯，啊，没有小啊，哪怕来个闺女也行啊，没有闺女，来条藏獒也是个玩意儿，那是玩意儿吗？那个，你来一个呀。想到这儿心里难受，鼻子一酸，嗯，花儿就哭了。这不尿了吗？不要听信他们的谗言。不是谗言，我听着像花儿哭了。哭是花儿泪如涌泉嘛，花儿哭的就是了。哎，对，还是尿了，眼泪多呀。嗯，反正掉掉眼泪吧，吧嗒吧嗒掉眼泪。对，你爸爸正哭着呢，正好门口小丫鬟路过。嗯，他们家都是丫鬟，是就是保姆啊，就是干活的人。趴门缝往里一瞧，好家伙，这多大门缝啊！这是哟哟哟哟，这老不死的，什么叫老不死？这是谁呀？心里话没说出来呀、啊？这是怎么了？你不是说出来了吗？赶紧到地下禀报安人。安人，什么是安人呢？嗯，他母亲叫安人，他父亲叫员外，老称呼啊。这是周氏门庭的老称呼。是，哎，赶紧到地下禀报安人。对，18层啊，下18层。对，他妈四个丫鬟扶着就上来了。嗯，哪四位？啊，春梅、腊梅、烟梅、硬梅。四人抬锅炉。烟梅、硬梅，你们家丫鬟不太了解。梅香秋菊。春梅、腊梅、梅香秋菊。对，四个丫鬟拉着你母亲就上来了。嗯，从地下18层倒这电梯。这是倒电梯呢啊，这边也倒，倒着电梯啊、哦、上了电梯之后往1层走。嗯，过去啊，为什么说四个丫鬟得搀着你母亲呢？啊、哦、过去讲究缠足。是啊，裹小脚啊，啊，讲究什么3寸金莲。对，嗯，3寸金莲，就他母亲那小脚2寸8、嗯、就那么皱着，零1尺9哟，这大脚丫子，好家伙，倒啊沉呢，因为脚沉呢。是是，脚沉倒上来之后，四个丫鬟搬你妈这脚，一边俩，嘿，嘿，你妈站中间，一二走，嘿，这边一二走，嘿，一二走，嘿，一二走，嘿，哎，
收，行行，回来，收，劈了，劈了，往回收，收，怎么打地基来了？这是，你妈劈腿了，嗯，臭话，你妈把腿劈了，就是疼啊，劈这十八层也不知道劈哪层了，那玩意儿，那反正这正常脚，正常脚，嗯啊，正常脚，给你母亲搀到你父亲跟前儿，是。看你父亲闷闷不乐，得问两句呀。说一说话。我说，老袁。老袁是王八。啊，就外呀。平日里欢天喜地，今日为何愁眉不展呢？为什么呢？夫人呐。嗯。我心里难受。你怎么难受呢？我心里别扭。你怎么别扭了？我怎么别扭你还不知道吗？我哪知道你怎么别扭。这我爸跟我妈在一层吗？在一层啊。废话，这是这是身高差那么远。哎，我刚才忘介绍，一进来呀、啊、一进来呀、啊、你母亲站着呢。嗯，你爸爸坐着呢。哦哦，对不对？你爸爸坐着呢。是。那边赶紧坐下，快！你爸爸这不都坐着呢吗？哎，行行，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就是说，怎么就拉平嘛？妈妈也坐下，拉平，拉平了啊！对，你父亲说了，我说，鹌鹑呐！你妈是秃尾巴鸡呀？骂街的怎么？废话，我爸怎么骂街的嘛？鹌鹑呢？管你妈叫安人，管你爸叫哦哦安人安人，我说安人呐，啊，我把你娶进我洞中有多少年了？啊？是我爸爸该上来晒的盖儿了，那什么叫洞中啊？什么什么什么呀？府啊？啊，府，说错了不就完了吗？嗯，我说。夫人呐，嗯，我把你娶进我洞府之中有多少年了？这就是把洞装修一遍呀。啊？哎，要不您戴上口罩呗？为什么？废话，府啊，娶到家里，家哪怕说家里啊，我把你娶到我家里有多少年了？多少年了？啊，收拾，收拾。你母亲想了想，嗯，多少年？有三百余年了吧？妖精啊！三十余年了，真的三十余年了，三十余年。嗯，你给我生下一儿，嗯，没有。对，养下一女，嗯，也无有。是。无儿无女，我要你何用？啊？你们啊，他们爱看这，你再来一遍。哎呀，啊，别说观众，我也爱看，你快来，来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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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坐。来来来，啊，来坐好。你琢磨吧，哎呀，这个话题平时啊，嗯，家里边人都避讳着说。是，今天你父亲可当面说了，嗯，你母亲当时就急了。哦，哟，哎呦呵，谁踩着我妈尾巴了？这是，吓一跳啊，不好意思，哎，我小点声。对，小小点。对，圣有声啊。公公在世，顺不生。哦，婆婆在世，顺不养。啊。不生不养那是你们家德行，就是啊。别看在你们家没养过，嗯，我在娘家当闺女时候没少养活。什么？养活什么？小花帽。对，哎，不生养啊，嗯，不生养你得拴娃娃呀。拴娃娃，一语点醒梦中人。哎，什么叫拴娃娃呀？嗯，过去一个老讲。说这家里边没孩子了，到娘娘庙拴一个泥娃娃抱回来，哎，这家里边这孩子一个一个跟着就来了。老娘娘碧霞元君啊，拴娃娃吗？嗯，
但是过去这都是迷信，但是他父母信这个呀，不要迷信。为了他拜访过几大名山，去过哪里？五台山，为了我。普陀山，算我了。九华山，为了我。花果山，为了大师兄啊。这是什么山？京西妙峰山。京西妙峰山，嗯，京西妙峰山四月初八开庙门，他妈三月底就开始捯饬。那么早啊？为了抢烧那头一炷香啊。哦，心里虔诚啊，对不对？捯饬捯饬，先洗一洗。你捯饬来着？大铜盆，干净干净。烧热水，对，嘎啦嘎啦烧开了，烫一烫脚。嗯嗯嗯嗯嗯。哦，这倒是他。烫一烫脚。嗯。哦，天凉的。哎，对，加点凉的。人试水去了，这是。哦。哎呦呵，再天凉的。嗯。嗯。这不，你别动啊，你忍住了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哎，对，一会儿就熟了。烫完脚，你再看，水都黑了。哟。你老不洗呀、啊？是啊，对不对？水都黑了，洗完了脚，开始洗脸。对，掐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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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放，干嘛？火山泥呀、啊？什么火山泥呀、啊？废话，哪有先洗脚后洗脸的呀？应该的，先洗脸，先洗脸，对，后洗脚，是的，然后再漱口。呸！哦。嗯，我妈这辟谷呢，这是。简单说吧，你母亲洗漱大便完事之后呢？冲了吧？冲了干嘛呀？冲到粪浴那儿去啊？怎么说的那句话？打扮，洗漱打扮之后，门口准备好了灵车，那个金杯呀、啊，那还就是灵车呀，金杯呀、啊，那个就是那个大房车呀、啊。行，轿车，房车准备好。啊、哦，房车准备好了之后。门口人山人海，都挤满了人了。来那么些人干嘛？就为了看你母亲。看我妈？知道你母亲长得好看，长得漂亮，这么多年没怎么出过门。哦，今天都来瞻仰瞻仰。对，你母亲出来了。哦，门分左右，四个丫鬟两边站好了，你母亲往中间一站，那个漂亮，嗯，如花似玉一般。美丽。什么叫如花似玉？解释一下。如爆米花似烤山芋一般。哦，好看，漂亮。嗯，就你母亲从门口往灵车上那几步，那往那个灵车，往那个房车上那几步走啊，哎，真是风摆荷叶，雨打芭蕉，说不尽的那种万种骚风情啊。我给您学学，他母亲往车上那几步走，太漂亮。来。门口有没有人喊起灵了？起灵笑话！我妈怎么这样啊？刚才不说你妈劈腿了吗？不是，你妈还没好呢，没好呢，且好不了呢。走到车头里，两边车门都打开了，你母亲电不灵腰，蹭上去。哎呦，由于上的力量比较大呀，嗯，从这边上去，从那边又下来，再走，蹭。从这边上去，从那边又下来，再走，蹭，蹭，蹭！你爸爸说：“赶紧拿火圈让他钻。”别钻了，别钻了，别，嗨，别钻了，别钻了。长话短说吧，嗯，四十分钟过去以后，你母亲一失手掉车上了。司机师傅一踩油门，日一溜烟，车可就没影了，到地儿了，掉沟里了，掉沟里了，到这个京西妙峰山山脚下这涧沟里了。嗯嗯。到这涧沟之后，你母亲要下车，嗯，要求拜香。什么叫拜香？一步一个头磕到山顶上，
哟，不可不行啊，心里面虔诚啊，虔诚可不成啊。怎么了？这身体受不了。身体受不了。对呀、啊、旁边有下人呢、啊。啊，贴身的丫鬟过来了。嗯，什么叫贴身的丫鬟？贴身的丫鬟，你母亲在娘家带过来的。是啊，你父亲不在，就他陪着你母亲。哦，一会儿吃饭，一会儿逛街，嗯，一会儿洗澡，一会儿睡觉。是的，贴身的丫鬟。哦，过来劝一劝。我说夫人呐、啊，啊，咱们做儿台爬山虎，上山老娘娘是不会怪罪的。就这丫鬟还拴什么娃娃呀？依你呢？什么叫依着我呀？啊，这是丫鬟呀、啊？丫鬟吗？这是丫鬟，是那厨子呀？厨子像话没？变声期嘛，丫鬟变声期，嗓门比较粗，啊，对不对？是，嗓门稍微憨点儿。做二人台，爬山。赛张飞这是，赛什么张飞呀？厮杀呢？厮，大伙儿听不懂，我听不懂啊。什么厮？胡子叫厮杀？哦，丫鬟能长胡子吗？那您这是？这胸毛比较重，滋出来了吗？哟，挡脸这儿。哦，挡相。每次说话都要跟藏猫猫似的。哦。做二人台爬山虎，老娘娘是不会怪罪的。是啊。你母亲一想也是，嗯，说是时那是快，二人台爬山虎给你母亲拉到了山顶上，安排到了禅堂落座。嗯，这会儿看出你们家实力来了，是要求敬山。敬山，山顶上一个闲达人等不能有，全是你们家人呢。哟，你爸爸站在门头撒钱呢，那得花钱呀。都下山吧，都下山吧。嗯，呼啦朝偌大的大寻宝殿之中，就剩下你母亲一个人，是和一个老和尚。对，老和尚干嘛呀？念经呢。让我爸爸过来。你爸爸会念经？他会一点儿。会一点儿。会一点儿。你给你父亲叫过来。嗯，叫老员外进来。你父亲在外边正耍大剑。耍这干嘛？耍剑，往山底下赶人呢。哦，人太多了，太杂了，不灵啊。哦，对不对？花钱也不行了。闲人闪开，我要净身啦。啊，哎，行，行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回哪儿去？回家吧。回家干嘛呀？这老娘娘这已经救不了我了。闲人闪开，叫干什么来着？敬山啊！闲人闪开，我要敬山啦。嗯，啊，哎，你父亲叫进来之后，门分左右，你爸爸进来了。嗯，啊。叫我何事啊？啊！你这玩意儿，你快来快来！敬山的时候怎么不使这个呀？这玩意儿，敬山人不能让人看见哦。快来快来！你爸一步一个红脚印往屋里走啊！来了，来了！他们上火了，最近拴娃娃了，快来啊！来了！哟，我这声音怎么还变了呢？动静都变了。我来拴娃娃。嗯，两个人跪在老娘娘面前，诚心诚意的上香祷告。哎，你母亲说了，老娘娘在上，奴姐缺门德氏在下。你妈缺德，怎么老有缺德呀？傻门旦氏在下。你先歇会儿，不没有傻旦。野门鸡氏在下。歇会儿。狗。周门某氏。周门某氏在下。哎，愿老娘娘呢赐我一肚子子。哎，我灭带鱼。在院怎么说？那个，赐我肚子一子，哎，我们愿意重修庙宇，再塑金身。是，说完了话，开始磕头，磕吧。当当当。行了，我妈带着钢盔磕呢。旁边老和尚敲磬呢吗？这不是？老有老和尚，他走了，我爸爸敲。开始拴娃娃。嗯。哎，你母亲兜里边掏出一根红线绳来。哦。拧好了扣，抖开了，走。套马的汉子，你威武雄壮，找吧。哎，地上有一个，就是拴他。
这不行。为什么？太淘不好养活啊。老娘娘怀里抱着一个，算了，真龙天子的命咱们养活不了啊。嗯，找来找去找来找去，找这供桌围子底下一掀，这桌围子你在底下坐着。哦，我在那儿。好看啊，长得漂亮，是小眼睛，嗯，小卷毛，对，大长牙，就是他了。嗯，拿红线绳勒着脖子抱着就回家了。哎，抱回家里去不到一个月，你母亲身怀有孕了。哟，哎呦，这肚子一天比一天大，一天比一天大，好家伙，嗯，大的不行了，自己都摸不着自己肚脐眼了，高处有东西不敢够，嗯，怕把你抻了啊，抻不，低处有东西不敢捡，嗯，怕把你窝着，喝口热的不敢喝，怕把你烫，太小心了。就这么说吧，啊，你母亲当初放了一个屁，后悔一辈子。为什么呀？你就看这屁崩的脑袋，我呀。